传统大眼妆，大家好，我是星星。大家好，我是星星啊。今天呢，就想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啊历史悠久嘅传统大眼妆。大眼妆，大眼妆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小时候啊，经常看啊黑社会妹妹或者是一些台湾的女生很喜欢画的一个妆。好了，转翻通啦。咁呢个大眼妆咧，最紧要就要大啦只眼。咁我哋一定要戴翻呢个框嘅。呢个框咧，即系极之水润。你睇下喊埋出嚟咁水润啊！其实因为我自己戴框就吉下，所以咧就成日都喊到一铺嘅绿。所以咧一定要戴咗框之后先可以开始化妆啊！如果唔系成个妆咧就会花咗啦。好，咁开始咧，我哋就搽呢个 base 啦。呢个就系 baby skin 嘅。咁呢支嘢因为未用晒，所以继续选择用佢。真系唔好意思，我啲化妆品用嚟用去都系嗰几个牌子嗰几样嘢，因为我真系用唔晒，因为我真系唔系成日化妆嘅。咁呢一支 foundation 咧系我用得都几满意，因为都几贵啦吓。咁就系几水润，同埋我最中意就系薄啲咯，因为夏天嚟紧咧，虽然呢条片系冬天拍嘅，真系超级唔好意思啊。咁呢一支嘢咧，实质上咧就系试用嚟嘅，你冇听错，系试用。啊、星星其实真的觉得这支东西好用，我才会继续拍它的，如果不是都没钱赚的。它的优点呢就可以令到眼线和眼影方面呢就比较long啦，食点啦，但它的缺点呢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有手震的问题呢，劝你都是摆定一支卸妆水在旁边。又是我啦，我就是 Revlon 的遮瑕膏啦，没错，我又是用这支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未用完就继续用了。要我想的买了一支100多元都用极都用不完，难道拿个遮瑕膏来擦面咩？不过其实这支也挺润的，就会适合一些好像我这样有眼纹的姑娘。跟住落嚟就是 Add Your House 的水粉，又是那个未用完，我用了很多年了，这个水粉真的三年都有，我顶过期味。之后接下来就是这个胭脂方面，那就搽一个深色的，就是这个胭脂位，是的，浅色的搽在胭脂上面那个位置，那就 blend 开它。那眼影方面呢，一定要拿个白色打了个底，这样才会靓，还有 bling bling， 还有大眼妆最重点的，因为你的眼窝不打出来呢，其实是真的看不出你打是不是打了很多呢，其实都不是的。那我们现在呢就夹票这个眼睫毛啦，再来就是这支又是试用啦，不过这支呢真出乎意料之外， OK 喎、哦、不输 MJ 那支嘢喎，这支嘢呢就可以用到有纤长和浓密的效果啦。嗯，咁佢嘅刷头咧都会比较幼细少少，容易控制啦，同埋画呢个下眼睫毛嘅时候咧都会比较唔会黐到咯。咁大眼妆嘅重点其实系咩咧？就最紧要系有呢、這个吓少少烟熏眼嘅感觉，尤其是呢个下眼嗰个位咧，一定要搽少少啡色嘅眼影先正嘅，知唔知啊？之后咧又系 Kiss Me 嘅眼线，喂，请问你哋有冇啲试用品俾我？我唔想再用呢支眼线笔啦，真系，我已经买咗第三支啊，用嚟用去都系呢个牌子，好闷啊！但系有冇支系好过佢嘅？咁呢一支眉笔咧就系、是、我喺台湾买噶啦，咁都算系几推介嘅，因为佢后面有个刷头可以刷松啲毛啊。咁刷松啲毛又点咯？咁擦松咗佢咧，就擦呢个啊眼眉膏啦。咁擦咗眼眉膏，即系其实成条眉系褪咗只色，系会好好多啊。咁再嚟咧就嘴唇方面啦，咁我就会推介呢一支车厘子水啦，就系、是、呢个 Andrew House 买嘅，我都用咗3年噶啦。咁最后啦，咁梗系要扎翻靓个头先出到街啦。咁我嗰阵时咧，个头咧就比较长少少，咁就可以扎到孖辫啦。咁呢个孖辫咧就比较卡哇伊、卡哇伊、卡哇伊啲咁样出到去咧，见到啲男仔化下口咁嗲两声，喂，先生去边度啊？咁可能会嗲到啲仔咁，可以识到个男朋友，男票多不多？完。